来参加我们万人大烤肉送礼的乡亲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还有我们邱医生议长，我们梁惠超议硕，我左手边我们张玉梅委员，我们新学生理事长，还有我们新联局的侯嘉玲局长，局长，还有我们送礼分局的嘉仁局分局长，还有我们在地的两位里长、三位里长。今天我想大家一定都很兴奋，因为我们中断了两年这个万人大烤肉，今年终于可以恢复，而且今天现在还不到六点，已经说五六千人，我们万人大烤肉规模今年恢复了，而且比往年更盛大。我们中立每年的万人大烤肉已经持续了好像二十年以上，有二十年了，对不对？二十年以上，每年的中秋就是我们中立在地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，那么大家每年都非常非常期待，希望烤肉吃得很健康，吃得很高兴。以外呢，我们好多在地企业里长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议员朋友也都送了好多礼物，大家也都希望能够抽到大奖，吃得愉快，抽到大奖也愉快，还有跟我们的乡亲朋友邻居齐聚一堂，一起吃一起聊天更是愉快。那么我刚刚说疫情两年已经过去了，挥别过去的疫情和这个低迷，我们今年开始迎向新生活，我们以后每年每年的烤肉都会比今年更盛大。我想我们邱议长也好，我们议会的每一位议座朋友，我们的每一位的民意代表，还有我们理事长，加上我们市政府，都会每年大力的支持，让我们今年每年的这个烤肉大家非常庆幸。今年还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我们好多好多在地青年朋友，不管是唱歌、乐团、舞蹈，等一下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，让大家过一个愉快的中秋。在这边代表我们所有市府同仁，还有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一起祝大家中秋愉快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谢谢市长。那我们也请我们的议长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张。